想好明天的早餐要吃什么了吗？中国大陆的早餐市场规模的确相当的庞大，预估到2021年的时候可以上看新台币3.9兆。那么根据一项市场调查，有将近50%的消费者他们会去早餐店，另外有将近30%是在便利商店里头挑选的。而大陆都会的这些中产阶级们，大多则是选择像这样子的西式早餐，因为方便又快速。不过你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共享早餐呢？并不是你一口我一口哦，而是上海知名的早餐品牌，他们呢互卖商品，让消费者可以在一家门店里头买到所有的网红早餐，要把市场的规模再做大。2块1豆浆5块5。茶叶蛋。豆浆啊，鸡蛋啊，豆还有一些包子、馒头啊。在上海吃早餐，很多人就选这家龙头芭比馒头。卖的是最传统的肉包子，外皮轻薄，馅肉多。光这家店一天能销售2000个，客层不局限在中老年人，反而排队的一半以上是15到35岁年轻人。就觉得干净一点嘛，卫生。然后卖相也好一点，食欲也好一点。我觉得这家比较卫生吧，旁边那些小店的话就不知道那个卫生条件怎么样。创办人刘慧平在20年前舍弃路边摊，想将传统包子提升层次，把原本接地气的店名刘师傅大包改成洋化的芭比馒头。朗朗上口带一点洋味的这个名字，跟中国传统的这个食品一结合，很容易让人叫芭比馒头，让人很抓眼球。门店大改造，明亮贵位，还建造自己的中央工厂。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，也因此呢，光是洗蔬菜就得花费9道程序，而这9道程序也让机台得长达28公尺，每天呢能处理20吨以上的蔬菜量。清洗后进入热水汆烫区，常常蔬菜缠线得花5分钟才能跑完，搅碎后混合酱油调味，再跟猪肉均匀搅拌，掉出来一个个饱满包子，人工定型检查品质。另一批人同时快手包烧卖，产线多元化，一天产出数百万颗，年产值高达台币92亿。产品不能做到标准化，你就不能够大规模的连锁复制，想快速复制的话，必须要做中央工厂，初步加工好，到终端连锁门店呢，就能够快速的能够这个出品。牛肉3包。耗资21亿打造厂房，运用自家物流车，每天配送上海、江浙、广州2300间门市，有中央工厂当后盾，还要靠行销宣传。很温馨啊，可以跟消费者拉近这段距离。豆浆杯模字体多变化，搭配嗨加班辛苦了，或是用力扎我啊，我不怕痛，抚慰的是上班族阿杂的情绪。打卡分享朋友圈，变身年轻人间的网红早餐，甚至眼光放更远。其实很多的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考虑，因为小朋友是未来的消费的主力。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品牌的建设啊，它都是一个长期的长久的过程。那我们相信可能未来10年20年，这些小朋友就是我们的消费的主力人群。设计玩偶当吉祥物，加深小朋友对品牌印象，还针对儿童推出小猪图样奶黄包，但也没忘记消费主力的上班族。来一波格，再买一个菜包。陈大成是老牌子了，几公里之内吧。它只有来我们芭比，然后才有这个品种。芭比门店不止卖自营商品，现在上海老牌糕点沈大成、青美油条、乌方斋饭团在这儿统统买得到，推出共享早餐。大家原本都是对手，现在战略合作。像沈大成用比较低廉的价格销售给芭比贩售，利润缩水2/3，但一瞬间多了芭比2300家通路的曝光度和销量，芭比则赚到新的消费客群。成本管控和人家的这些技术都比我好，那我们的客户也需求这样的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拿给他们的产品拿过来呢？在我这里售卖呢，让我们的顾客更满意呢？然后我们也可以赚取更多的这个利润，这个就是资源共享。当然会方便很多啊，
哎，而且它这里的卫生还蛮好的，一方面方便，一方面好吃。啊，我们都是到早餐什么，下午有肚子饿嘛就吃一点。所以我可能在一个地方我买了很多产品。是是。还有包子竞争者老盛昌也在门口摆柜为卖共享早餐，早餐名店让民众一站式购物，由上海市府牵线互卖早餐，把消费市场扩大，甚至为了卫生管理，寄出水电补贴鼓励品牌设中央工厂，短短五年，有工厂的早餐店就从10%暴增到今年的70%。像是这里的早餐摊车，基本上呢，每天凌晨的时候，有半数以上都会有中央工厂来这边呢配送新鲜食材。但如果你是个体户的话，基本上你没有中央工厂支持，也因此你必须要有这个经营的认证卡才能够在这边营业。毕竟还是有非品牌早餐，干脆统一在公车站、地铁、学校附近规划早餐网点，补助个体户便宜租金，但每天只能营业5小时。像早餐市集一样，在上海这样网点就超过了800个。是他们会走访呀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收钱的那个阿姨，她每个月都要来我们这里收钱，然后每天都要来我们这里看一次，然后骑个车子，然后每次9点半之前，然后要叫我们收摊。但仔细看随意摆放的食材，还有满满脏污电风扇，卫生环境还有改善空间。不过络绎不绝人潮也显示早餐市场庞大。调查预估大陆整体早餐年销售额在2021年会突破台币3.9兆。不管是小摊车或是携手大陆最大的早餐品牌推出网红早点共享，上海玩花样拼出早餐新经济。 TVBS 新闻学校陈以山上海采访报道。